一嘅三不管嘅时间啦，咁咧就逢親一個禮拜裏邊咧，星期一同星期二咧就係呢個新聞嘅活躍期嘅。咁點解咧？就係、是、星期二咧就有呢個行政會議嘅，即、就、係、是、之前就會誒林鄭月娥就會見記者咁樣。咁誒，以我嘅理解咧，基本上佢對記者會咧就係完全唔準備嘅，噏得出就噏。 咁所以經常就喺嗰個時間爆屍。咁星期一就係咩咧？就係、是、就通常就係另外一個前行政長官啊，就係、是、呢個七七七同六八九咧，就輪住一人一日嘅。星期一就係梁振英嘅活躍期嚟嘅。咁啊，今日咧，梁振英又發 post 啊，就係話咧，佢誒想應徵去做呢個頭條低薪應徵頭條新聞嘅主持咁樣。咁咧就攻擊呢個吳志深，咁就話。 佢咧就係又喺《蘋果日報》啊，《明報》有專欄啊，十三年嚟就係、是、都係有揾佢港台又冇經過公開招募啊，又成啊揾佢主持主持呢啲節目。咁啊言下之意即係向港台施壓啦，就係、是、要港台嘅頭條新聞換人啦咁樣。咁啊上一次頭條新聞俾人喐嘅，應該好似係屈榮賢個老公喎，話時話係老董建華年代嗰陣時。 嘅林超榮啊，好似係話佢 bad taste 定唔知乜鬼嘢，啊扮塔利班定唔知乜鬼嘢嘅。咁啊，唔知今時今日建制派又作呢啲嘅所謂建制派 K O L 又會有咩評論咧？咁樣咁好啦，即係六八九呢個對港台節目主持人嘅講法咧，係有一個好基本嘅矛盾嚟嘅。第一。

点解呢？公营电台嘅使命系乜嘢？除咗嗱，唔系帮政府宣传啊！对唔住，公营电台嘅使命，因为公营电台 run 系由纳税人俾钱去 run 嘅，系嘛？广播处长虽然系属于呢个政府嘅里边嘅一个政治任命嘅官员咁样，但系唔代表佢系要政作为政府嘅喉舌，第一。 呢個係中共大中國大陸嘅官媒嘅模式，喺香港從來都唔合適。好啦，以往係咩呢？香港電台就係發揮一個社會嘅角色嘅，係有呢個係事實。社會角色係乜嘢呢？就係、是、要將一啲嘅政治嘅問題，將佢用一種普及嘅方式，令到公眾關注。嗱、这个，呢個喺 NHK 好都有嘅。我哋 NHK 好多時啲五間節目。 就係即係嗰啲家庭主婦時段嘅節目呢，就反而係講時事嘅。仲有我喺節目都介紹過，就係、是、用好多圖解嘅，即係一一張紙咁樣攣嚟攣去咁樣，咁就將一啲好複雜嘅新聞去解説。咁呢個就係公營電台嘅角色，就係、是、要將一啲嘅時事新聞去普及化。咁究竟佢個節目嘅性質係乜嘢先至取決到佢？ 嗰個嘅主持人嘅風格係點，同埋個對主持人嘅要求。如果你係一個封煙嘅節目，咁你當然會要求個節目主持人儘量少去表達自己嘅意見，然係聽多啲封煙嘅人意見。咁但係如果封煙嘅人裏邊九成打電話入去係鬧呢個梁振英嘅，你唔可能係因為要平衡，要夾硬要將打入去鬧梁振英嗰九成壓縮到得翻五十個 percent。 而另外嗰五十 percent 就夾硬揾人去製造呢個打電話隊入去，就製造一半一半嘅呢個咁嘅情況。因為佢如果客觀事實嗰個反映係咁，同埋呢啲咁嘅烽煙模式都 o u 喎。點解？因為你見到就係建制派組織電話隊，喺外國如是，加拿大中文電台如是，香港電台亦都如是嘅。所以你聽嚟聽去嗰把聲，你一聽。

如果头条新聞本身佢個定位係一個嬉笑怒罵、諷刺性質、時事諷刺嘅節目，即係等於以前嘅林超榮嘅年代一樣啦。咁而家就係變咗吳志深同阿曾志豪咁樣。咁我想問下，如果佢係嬉笑怒罵嘅節目嗰陣時，個主持人本身去就一啲嘅政府政治同埋呢個大眾關心嘅新聞，包括警察。 喂，坦白講，林鄭月娥嘅支持度，支持佢做特首得九個 percent 嘅啫。所以我想話，其實任何嘅嬉笑怒罵嘅節目，如果一個正常嘅嬉笑怒罵節目，係反映民意啊，我講緊，應該九成嘅時間係取笑、嘲笑、怒罵呢個林鄭月娥嘅。如果你再做一個民意調查去睇下，究竟香港人對警隊而家嘅行為，包括大家睇下琴日。 特登走去擁跌有線電視嘅記者嗰種嘅劣質，即係都唔講唔好講話佢哋嗰種濫用暴力啊、濫暴嘅問題。而係作為一個人啊，我講緊作為一個人嘅基本操守都冇，係特登攞個警盾走去擁跌佢嘅。其實根本成件事係，然後跟住就話：，哎，叫你走，你快啲走啦！你唔走咪咩咯咁。咁我想問：如果你叫我走，我走唔切嗰陣時候，你係咪可以攞掹槍打我呢？」 喂，大佬，你哋个个系合法杀人，拥有合法杀人嘅武器，周街行，而嗰种嘅纪律操守系可以连黑社会都不如。你话黑社会，我哋僆仔嘅年代喺徙置区哈哈霸霸都好啦，去到九十年代之后，就算你见到黑帮都好喺条街夜晚黑，砵兰街好，新田地街好，人哋都唔会话行过就走去㧬低你啩。所以我就话连黑帮都不如，而咁样嘅事。 作為一個正常啊，我講緊一個嬉笑怒罵嘅時事節目，如果唔攞出嚟笑，嗰、那個主持人係失職，其實係失職。所以我就話 propaganda 就係 propaganda。Donald Trump 就話俾大陸聽：，你而家嗰五個喺美國嘅媒體係屬於 propaganda，呢個唔係 news agency。對唔住，你嘅人數就要限制一百人以下。根本你唔係 news agency，你係 propaganda。喺共產黨嘅意識裏面。 系冇 news 呢樣嘢嘅，系只有 propaganda，系只有宣傳，係嘛？中宣部係咩啊？係中央宣傳部啊嘛，中央宣傳部係統合呢個新聞噶嘛，新聞出版總處噶嘛，所以嗰個係一個宣傳，你唔好同我拗呢樣嘢。如果係一國兩制嘅話，香港呢一制由英治時代，你話殖民地時代，港台係咪？ 曾經係政府嘅宣傳喉舌咧，係由六十年代。但係你唔可以將所有嘅嘢都望翻去殖民地最惡劣嘅時間嘅。嗰個畢竟已經係講緊六十年代啦，講緊係而家係二零二零年啦，係嘛？係差唔多一個甲子之前嘅事嚟嘅。咁你諗下，我哋點可能用一個甲子之前嘅標準去要求今日嘅公營廣播呢？ 係咪呢個係完全生活喺一個唔好話佢哋喺過去，而係堆砌一個理由出嚟嚟去達到陰干淹割全面壓迫呢個港台？我一早已經預言噶啦，當時我嘅預言係話佢會派人接管港台，但係而家你見到咧，全面已經由警隊由警察開始帶頭，再加上六八九系統、左部系統全方位攻擊呢個港台。睇下邱騰華定得幾耐，我話俾你聽。 如果佢有所求，將來想做張建忠個位置，甚至想做特首嘅，整治港台嗰個就會由佢開始做啦。我覺得，如果佢有所求，如果佢冇所求，做埋一兩年唔撈噶啦，咁仲好啲，頂多兩年。希望政局有所變化。如果唔係港台會即死，我覺得。如果由邱騰華，而家佢對佢嘅正途仍然有所求嘅話，呢張單一定要找。 一定要找，睇下唔自心捱得幾耐。所以我話呢啲鄰居其實全部都係講咗由徐四文年代鏡報社長開始講起嘅啦。其實嗰陣時係九七之後冇耐，唔知九八定九九年喐香港電台，徐四文跟住咪梁振英咯。嗰陣時係大家唔記得晒啫嘛。二十年嚟蝕而不捨就係、是、咩呢？希望將港台變成一個政府嘅中宣部。 我想問下，當港台變成中宣部嗰陣時，個後果咩呢？只係社會裏邊多咗一個文會大公，港台嘅節目唔會有人睇。就算你日日喺無線電視俾黃金時段去播頭條新聞，如果頭條新聞係由屈永賢、潘麗瓊再加呢個林超榮三個人主持嘅話，咪就係個收視率，咪就係同無線嗰啲咁樣嘅垃圾節目收視率一樣咯，係唔會有人睇。你達到宣傳效果咩？喂！ 再放闊啲去，係咪？警察成日話要拉闊啲去睇，我而家就拉闊啲同你去睇香港嘅傳媒環境。九成係控制喺特區政府與中共嘅資金下邊，九成我講緊。喂，Even 有線電視其實俾警察打嗰啲記者，其實個老細都係建制派嚟嘅喎，係咪 n o w 個老細其實都係大商家，都係建制派嚟嘅，點解呢？ 系因为你系一个少数派嘅政府，你所有嘅施政基本上系得十个 percent 社会嘅最极端嘅人士支持。好啦，你就要去摧毁晒所有声称话唔支持特区施政嘅传媒。从来冇谂过，系因为个政治核心系越走越激进，越走越孤立，然后变成系一个少数极之少数嘅政府，然后就将一啲。 其實小馬大幫忙嘅都要摧毀，而家就去到咁嘅局面啦。從來冇諗過你喺個社會嘅定位裏邊嘅 spectrum，你企喺邊一個位置喺個政治嘅坐標？你係咪企喺主流？係咪企喺中間？你撐警就絕對唔係企喺主流噶啦，已經係。如果你要港台撐警嘅話呢係你即係等於連政府嘅喉舌都廢埋，文匯大公化。你見到噶？如果唔係點會過去嗰十年嚟？ 香港媒體已經被逼，大部分我哋同代嘅人，本來應該執掌媒體總編輯嘅人，全部被逼退，因為中聯辦。我再講一次，而家做老總係中聯辦坐埋台食飯嘅，全部都係，係可以咁樣嘅。如果唔係，你唔使旨意，除咗肥佬禮嘅媒體，你唔使旨意做嗰啲位，全部逼到去做咩啊？記協主席 Chris Young 咪同我一樣喺眾新聞嗰度自己喺度 YouTube 講嘢咯。 係嘛？你見到嘅所有做記協、做過記協主席、副主席，好乜都好執位好，冇一個喺佢嘅事業裏邊係有運行嘅；喺佢嘅傳媒專業裏邊係有運行嘅。呢、这個絕對係一個政治嘅原因。然後港台只不過係喺眾多呢啲嘅附和政府嘅意見地方少咩？而家夜晚黑封傍晚封煙，大部分都係附和政府噶啦。鄧炳強星期六。

喺港台主持節目啦，掛屈永妍，喺港台主持節目啦，掛港台有冇揾過我去做節目主持人咧？係冇，從來都冇係嘛。我亦都唔稀罕。但系我話俾大家聽，港台亦都唔係大家想象中係咁無辜嘅。佢哋已經賴得嘅都賴啦，仲有少部分富裕環抗嘅，其實就喺電視部裏邊、電台嗰邊，其實大部分已經係。 归咗边嘅啦，根本系。剩翻电视部嗰边，只系得一两个节目眼中钉，都要随之而后快。咁我就话拉阔啲去睇，你就知嘅。我记得我喺政府嘅年代，当时开呢个早讨会，啲官员一埋位，个政策有乜嘢唔妥，第一件事就 blame 咩呢？b l a m e media。因为闹肥佬仔已经冇意思嘅啦，就闹港台。 係嘛？無論係喺社會幾有地位嘅當時嘅文責局長，一埋位第一件事就係鬧港台，以為佢拍嘅係誒《哼、呃、槍集來》嚟拍係好嘅，點知出嚟係批評嘅。後尾我睇下嗰集《哼槍集》，其實八成都係俾個官員自己講嘢嘅，係兩成訪問下其他意見，提出另外嘅批評意見都唔得，因為喺佢哋眼中仍然係是公營廣播，就等於中宣部，等於 propaganda。 喺任何一個嘅先進嘅社會裏面，當你嘅媒體成為一個真理報咁樣嘅 propaganda 嗰時，佢作為喺個社會裏面一個同官民溝通嘅角色已經玩完。港台嘅轉變係幾時話俾你聽？其實係六七暴動之後，六七暴動之後，當時英國政府睇得好清楚，係要將港台嘅角色作為麥理浩年代施政嘅開路先鋒，所以提拔嘅。當時大家諗下。 張敏兒係幾多歲做廣播處長？三十幾歲？然後就開始咗將港台接近嘅社會 DJ 文化出現，然後開始培養一啲嘅同年青人溝通嘅一啲平台，然後拍一啲有批判性嘅節目。當時大家講嚟講去，梁明、獅子山下呢啲就係嗰陣時開始，然後開始揾陳旭祥嚟主持一啲時政嘅節目，即係喺保調裏邊。 即系死咗呢、这个陈玉祥，就喺嗰阵时开始嘅。其实陈玉祥嗰阵时系国粹派学生嚟嘅。其实港英年代系揾陈玉祥去主持节目。港台点解嗰阵时大家会慢慢慢慢会支持港台？等于点解会支持公务员一样？系因为当时成个英治时代嘅香港嗰、那个方向目标都系天天向上。大家睇到自己嘅荷包由屯门粉岭。 搬下搬下搬到去太古城，然后林郑你咪睇到咯，系嘛？佢一早老豆已经系一筆過十幾萬買南風新村啦。由灣仔舊樓，佢講嚟講去就講灣仔舊樓，佢從來唔講佢入大學嗰陣時已經住喺南風新村噶啦，其實係，係嘛？扮窮人，因為就受惠於麥里浩時代咯。一九七二佢買樓應該一九七七定一九七八。好啦，成個社會向上。 港台就係代表咗一種先進嘅力量，可以咁講。呢、这個唔需要問點解殖民地時代你就做 propaganda 又唔又得，而家又唔得，對唔住。呢、这個問題本身係問錯咗，你哋梁振英好由除四民年代開始都問錯咗。點解？因為根本你想將港台聽到成為建制嘅聲音，變成係 propaganda，而 propaganda 裏面，建制嘅聲音就係代表落後嘅力量。 第一冇國際視野，第二奶共將中共嘅落後文化引入香港，代表一種長官意志獨裁管治。然後夾硬禮橫截曲去 defend 一啲黑箱作業製造出嚟嘅政策。我想問一下一個正常喺九七年之後香港本地大學讀完新聞係畢業嘅人，點樣 fit 落去呢啲機構嗰度做嘢？所以我話做新聞係係好慘嘅。大部分我哋同代人。 被逼退嘅，除咗繼續發聲之外，大部分入咗學校裏面教書，其實喺新聞學院裏面教書，然後教完嗰啲學生出嚟學咗嗰套嘢，根本喺出邊嗰個嘅傳媒機構裏邊，九成九係用唔到嘅。其實，因為九成九都係後面有個政治黑手喺度干預。港台係已經係嗰隻黑手已經伸到入去，然後只不過係喺港台裏面某一個角落、某幾個角落嗰隻黑手。 嘅手指甲掂唔到，而家就系要喐埋去嗰一 part 嗰度。其实你数翻转头，我成日都话嘅，即、就、系、是、坦白讲啦，有阵时搵我做呢个左右红蓝绿。有阵时候我因为因为我做完，我上去港台网站睇下，平时我都好少睇。我睇下其实佢揾嗰啲建制派嘅人，其实比例上系相当之多我坦白讲，蹬下脚嘅啫，点绝下就唔系话青一色系红色嘅啫，我青一色系蓝色嘅啫。 万蓝丛中一点黄咁样嘅啫喎，所以我话而家就系佢去到个地步就系要一点黄都唔要，全部要你变晒蓝，变晒深蓝，变成深红咁样嘅要求嘅话，咁你问我我就赞成解散港台，完全唔要，纳税人悭翻晒啲钱，你文汇大工做咪得咯？点解要香港电台做啫？如果系咁，系嘛？所以我就话当年呢个嘅港台独立做唔到喺九七之前，所以焗唔熟嘅栗子蛋糕。 當時嘅政府彭定康離任之前，一個最大嘅敗筆嚟嘅，其實我覺得。而當時反對港台公司化嘅港台嘅員工，我相信佢哋而家恨錯，其實。因為你公司化咗之後，你有管治架構，好多嘢獨立於政府部門以外，你仲可以伸隻手落去搞咩？而家你睇到啦，中陰身兩面不是人，一邊陰乾係嘛？所有嘅嗰個將軍澳啊、廣播大樓啊，到而家我諗去到公務工程。 頂級啦啩，我諗都未有耐啊，排到上去點解啊？陰乾你啊嘛，所以我就話：如果港台豁出去嘅話呢亦都咧唔需要 TVB 嗱繼續留喺度嗰啲，我係絕對支持嘅，即、就、係、是、仍然堅持做一個有操守嘅呢、這個傳媒工作者嘅港台嘅朋友，我絕對支持佢哋，儘量將個節目向多啲新媒體嗰邊發展，鏗槍集、元朗黑夜嗰集係嘛，篤眼篤鼻啦。 警察點敢投訴？我想話，其實佢哋最憎根本就唔係頭條新聞，係《鏗槍集》元朗黑夜集為什麼。點解嗰集喺網上邊，大家你睇下嗰個傳播嘅速度係幾犀利係我不斷叫人去睇，不斷叫人去喺 Facebook share 叫人去睇。你做到個勢出嚟㗎？你拍港台拍到好嘅嘢出嚟，你何愁要靠 T V B？T V B 根本個 channel 個 platform 已經冇用。而港台如果你唔需要再靠嗰啲。 咩叫硬件投資啊？其實而家根本係最重要就係你有冇個心去做是不是，係咪？佢要封殺亦都唔係咁容易，佢要陰干你唔俾你去投添置器材。喂，坦白講啊，而家硬件投資我都話啦，頭先上嚟我哋派緊嗰啲 3D 打印嘅旅館，好多朋友上到嚟都話：啊，細良你坐喺度。我話係啊，城寨團隊，除咗我咪、就是、我隔離嗰個郭榮宣咯，仲有礦亞李咁。都啲人跟住問礦亞李喺邊啊？我話礦亞李 home office 今日。 咁大家喺度笑，其實使幾多人呢？係嘛？點解恨得牙癢癢呢？就係、是、因為根本佢哋唔明白，佢唔承認自己落後，唔承認自己嘅政策脱離民意，脱離香港社會嘅中產主流，係只係睇齊於落後嘅內地模式。好啦，而喺咁嘅情況下边將嗰個責任、政治責任委過於其他嘅部門。 其他嘅媒體，然後官員本身冇政治論述，冇足夠嘅政治能量去動員支持，去 drum u 社會嘅支持者，因為佢哋根本喺社會裏面係毫無地位。以前我想話好簡單，李嘉祥、Eric Lee 係嘛，大行會計師行 partnership 呢、这個 Ronald Currie 夏佳理係嘛，胡關 t 羅 partner。 郑慕智，全部都是何承天。你一数边个，如果要找专业界别支持，这些人绝对找得到。跟住出嚟讲嘢，周亮、李鹏飞这些个个都是讲人话。他立场保守，但是起码态度不会战格，不会黑人憎。起码他有阿桥文，最重要就是我保守都好，我有个阿桥文。好了又有啲林恒子啊，讲市场经济的呼应下。 咁就變成一個所謂嘅政府一個嘅輿論嘅主流，有信報幫下手，有南組幫下手。不過你要記住，信報裏邊嗰個 Danny g i t t i n g 支持政府陳方安生嘅施政，唔係因為佢後邊有條水喉俾錢佢啊嘛，係因為大家理念相近，你尊重我，而大家覺得港英官員係一個 aura 有一個光環喺度嘅，有一個 charm 喺度嘅。 請你去 Hong Kong Club 喺 Garden Lunch 食餐飯，然後話俾你聽新機場工程方案係咁，財務安排係咁。你聽咗啲，跟住同你講 Off the Record，你會收到风知道自己落筆點寫，從來唔會滴呸你 Danny g i t t i n g s 點寫。呢、这個就係當日我所目睹嘅呢、这個港英政府同傳媒嘅關係。就算你寫五句係插佢嘅，你寫一句幫佢嘅。 佢都会话俾你听，多谢你支持政府，系咪？佢唔会要求你歌功仲德。英女王受臣嗰阵时发表文章支持呢个大英帝国，然后到呢个麦里号夫人生日嗰阵时，就要影张相送蛋糕，然后跟住仲要组织呢个捐款去俾呢个保守党在香港支部去筹期，然后英国发生抗难嗰阵时，就要喺香港捐钱去英国。 系冇完全冇呢啲咁嘅嘢。当个政治圈里边嘅人、那个政权本身代表一种进步力量嗰阵时，你必然就会吸引嗰啲中产嘅主流愿意去追随。而你政府嘅公营部门嘅广播机构就系、是、代表反映紧呢种进步力量嗰阵时，你自然就会 lead 住嗰个社会，而唔系落后于个社会。但系而家唔系共产党系落后于个香港社会。 一阵间我今日嘅主题就系讲呢样嘢，中共模式根本系落后于香港模式，佢夹硬要拖你后腿，将你拖到去好似佢咁样，然后跟住将你已经有嘅标烟嘅英治时代一啲先进嘅管治方法，将佢变成系最落后嘅共产党嘅方式。从来我所理解嘅新闻处，包括广播处长，都唔系中共中共中宣部嘅模式嚟嘅。而家梁振英嗰啲就夹硬礼横截曲讲到系。 即非城市，最後尾咪強行用佢啲自己有咩廣廣廣台咩顧問啊、主席啊嗰啲咩啲咩牙醫啊大佬名都未聽過個姓陳嘅牙醫，除咗係涼粉之外，乜 Q 係廣播都唔識，根本係用埋一棚咁嘅人。好啦，結果嗰樣嘢話俾你聽，即、就、係、是、一架本來係一架保時捷，你話唔得，我要裝個吉利嘅 engine。好啦，整咗個吉利嘅 engine。 跟住我要整個比亚迪嘅電池，將佢改造成為呢個電動車。然後跟住另外一個人入嚟又話：，喂唔得，我希望佢有个個定風翼。咁就將呢、这個嘅、呃、BYD 嘅定風翼就裝埋落去。然後改到嗰架車根本除咗保時捷个 logo 之外，剩翻嘅就係嗰個底盤同埋嗰個桶型梳化，其他全部都變晒。佢一方面佢又代表唔到政府去宣傳。 你問你要港台代表你去宣傳，我想問下你政府成個林鄭月娥政權，你嘅執政理念係乜嘢啊？陳呢當年麥理浩年代，張敏儀佢哋上位嘅原因係咩？係因為麥理浩嘅理念係好清楚啊，本土化、本地化、自由化，港台就揸住呢幾個核心價值，你哋自己發揮係咪？唔，曹廣榮唔會理你噶，根本係。

干預呢個港台頭條新聞二十幾年啊，大佬香港點會唔退步啊？一班咁樣嘅茅擦係喺度不斷拖香港嘅後腿，人哋已經行到好遠啦，已經係公營廣播，香港仲係喺度咁樣兜兜轉轉、兜兜轉轉，幾廿年仲係喺個頭條新聞嘅節目嗰度兜兜轉轉，係咪？連一個叫做諷刺、嬉笑怒罵、諷刺下政府嘅嘢都係忍受唔到，二十年前忍受唔到。 二十二年前忍受唔到，二十二年後都忍受唔到。當年就係徐四文、董建華，而家就係梁振英，係一模一樣，仍然係嗰班人先恐怖，喺背後去干擾拖香港後腿。喂，我哋呢代慢慢我哋都要費老啦，而家交班啦，年青嘅一代上嚟，但係呢啲人仍然繼續係喺活喺佢哋九十年代。

嗯，正啊！人民超市 App 有得下载啦。